做运动，没有停止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加入我的运动平台的话呢，现在马上穿上你们的 sport shoe， 你们的 sport 衣、sport 裤，准备跑哦，准备水。这叫顺重要求啊！很多人都说，老师，自从啊几个月前的一个15分钟卷腹过后了，老师你没有在做卷腹的15分钟，或者是扭胯。今天呢，老师就把这一个特别的场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把它大大力的公开分享出去哈，就是做准我们的腹部，还有我们的腰侧、大腿外侧的两种运动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还没有开始呢，今天的直播之前呢，让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哈。今天第一个卷腹运动呢，你必须把所有的 concentrate 在你的这个 part。很多人做不到技巧，今天老师大概跟你说一下，很简单。卷腹的话呢，双脚呢必须稍微一点点弯曲，不能直直，一定要少许一点弯曲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整场的话就是以收腹的状态来进行。怎么做呢？你可以找到那个技巧呢，我们用一个幻想力，就是我们肚子上我们会竖肚子，对不对？当竖肚子的时候呢，背后呢通常都会有一点驼背，屁股臀部是往里面， OK， 是这样的。当你没有通过后，你就会放松臀部，跟你的手臂同时间往后，明白吗？进来过后往后，进来过后往后，就把所有的力气集中在你这里，可以消肚子，可以练腹肌，好不好？第二个动作扭胯，很多人问我老师，扭胯到底是脚要直呢，还是要弯曲？这个呢，我可以说很个人。今天最大的扭胯你要注意的是双脚，放直过后呢，你的臀部是向左向右的 ，OK， 就是你的下半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扭胯动作呢，它可以消你腰部的腰侧肌肉，再来呢，还可以有助于我们大腿外侧 ，OK， 可以消外侧的外大腿的外侧。当然有人讲，老师直的话好像有点辛苦，可以弯一点吗？也可以，这个是比较个人，你觉得弯的弯了一些膝盖，你摇的比较顺，你就弯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的话，老师是建议你腿上直。准备好了吗？说一排爱心写 OK，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特别场，30分钟连续不停止的卷腹扭胯节奏运动，我的平台是我的节奏，你配节奏，爱你们 ，Here we go。
现在走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meditation video in your living room, but now you're taking your practice outdoors. Find my... Bonus! 无价，自己三个人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知道爱情没有谁错谁对。
心碎，没想到爱到最后无路可退。究竟是谁在为谁在流眼泪，枉我今生痴心爱过这一回。从来都没有想过后不后悔，我知道爱情天涯，天天看，每一个日子都春天。第二，我
tomorrow 7:30 I love you all. 哎，Natasha，我都每天看到你啊。有时候不是不念，也是他走太快，我吃字，但是我会看回重播，直到有谁在我的身旁走过。秋叶。Go!